万里长江第一湾，长江在这里做出了100多度的大拐弯，从此便结束了它的南行之旅，开启了它奔向东方的旅程。也正因为这一拐，才滋润了华夏大地，孕育了长江沿岸的城市和人类文明。我们再环中国西部自驾，在到达云南丽江的石鼓镇后，惊叹于长江的这一大逆转，以及关于这道弯背后的浪漫故事。长江第一湾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市石鼓镇，海拔1850米，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而下，自滇西北进入云南，因在石鼓镇这里遇到大山拦住去路，这才有了万里长江第一湾的美誉。大家好，这是生活轨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云南丽江的石鼓镇。这个石鼓镇呢，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我身后的长江第一湾了。这个长江第一湾呢，它是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100多度的大弯，所以说也是非常壮观。我们刚刚试着用飞机飞了一下，都飞不了它的全貌，也就可见它这个弯其实是非常大的，它绵延大概有好几公里。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边的一个示意图，它这个弯呢，其实是从格拉丹洞以下最大的一个弯了。它其实中途有很多小弯，但是这个因为是一个大弯，所以它叫做长江第一弯。我身后这个金沙江，我感觉比我们之前在攀枝花和宜宾见到的金沙江都要浑浊一些。它这个浑浊的原因，我觉得应该是它上游的水电站比较少，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这一片地区它的植被覆盖率比较低，落差比较大，所以说水流速度很快，也就显得它这个水质很浑浊了。在攀枝花段，因为是有几个水电站的阻挡，所以说它水流比较平缓，而且水流就会变得比较清澈了。石鼓镇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，因镇上有一面汉白玉雕刻的鼓状石碑而得名。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壮美的风景，还有不同的游乐设施提供给游客。我们现在所站这个位置，因为它是平视这个长江第一湾的，所以说看起来不是那么壮观。我相信如果从卫星图上看，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吧。可以看到在那边还有一个景观台，我们等会儿到那边去看一下，那边是免费的，我们也看一下。其实这边也是免费的，它只是有一些娱乐项目。我们刚刚看到那边是有很多的游船还有皮划艇之类的，他们在这边好像是有一个漂流的项目。游客们呢都只是穿一个救生衣，我觉得还是挺险的。它这个水流速度可以看到明显的非常非常快，我相信如果在上面玩这个的话应该是非常刺激的。在长江第一湾这里，海拔已经提升到了1850米，伴随着海拔的提升，天空的蓝色也愈发明亮。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，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这个天变得更加蓝了，也就说明我们离西藏越来越近了，心里越来越期待了。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云朵也是那种棉花糖状的，非常美。关于长江第一湾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不愿西嫁的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三姐妹瞒着父母偷偷从家里跑出来，金沙姑娘邀约两位姐姐投奔东海，父母在得知三位姑娘逃跑后非常生气，于是派玉龙和哈巴两兄弟挡在他们去东海的路上。怒江、澜沧认为自己不敌两位哥哥，于是改变主意不去东海，而选择了南去的路。但金沙姑娘心中去东海的决心依然不变，毅然转身直冲哥哥的拦阻之地，最终冲破阻拦汇入东海。而金沙姑娘转身的地方就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景观。你干啥呢？我在这漂流嘞，你漂不漂呀？不漂。那你在这干啥呢？可以飞过去。你看我们那儿有无人机嘞，一会儿我们就坐着无人机去对面了。你自己看到吗？你自己看到吗？是不是？骗你干哈？我们一会儿坐，我们一会儿坐无人机过去。你不要啊？那算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正走在长江第一湾的江堤上面，而且在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片滩涂。那这个滩涂呢，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，因为它这个江水是顺流而走嘛，但是为什么就在我们这一边，我们的右岸是没有凸出来的这一块的？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两种原因吧，一种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地势的原因，我们这边地势比较低，那边地势比较高，所以那边凸出来了。还有一种呢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北半球嘛，所以说河流的地转偏向力是向右的，所以呢导致左岸它是没有冲刷出来的。
来的，而我们右岸啊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右岸要修了这个江堤的缘故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再一次见到长江之后呢，我觉得我们和长江还是挺有缘的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四川宜宾的时候是见识到了金沙江和岷江交汇之后，两条江交汇成为长江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金沙江了，那它呢是长江的干流，所以说呢，确实我们和长江的缘分还是不解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之后可能就不去寻找长江的源头了。长江的它的源头呢是在西藏的唐古拉山脉，我们呢不往那个方向走，但是呢，我们马上就要进藏了，看着这蓝蓝的天空，真的是非常的蓝，这是一种深蓝色，内心还是挺激动的。我们马上就要进藏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丽江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车到了另外一个观景台，其实这个观景台我觉得好一些。对，这个不论是观景啊还是收费啊，然后这块不收费的，所以说是都比较好一点，而且这边停的车比较多一点，主要是不收费，而且也能看得见，确实比那边收停车费的那个场地我觉得要好一点，因为它这边高一点，你可以大概能看到有一个拐弯的感觉。对，但是这个弯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很难看到。它绵延大概应该有几公里，我觉得，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飞到500米都看不到。对，那也是我们破纪录的最高一次飞行了。对，我们在看完这个长江第一弯之后呢，就要继续出发了。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，快上车，让我们继续出发。